主料牛肉200克，自发粉200克，辅料洋葱一个，香菜、葱、盐、酒、味精、橄榄油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牛肉洗净，用厨房餐巾纸沥干，剁成肉泥，洋葱切碎，加入香菜、葱花、拌匀，加入酒并调味备用。自发粉加入温水混合，求至光滑，醒发半小时，然后分割大小，放入馅料，收口，稍压扁，电饼铛上下两面涂油，每面都煎至金黄色即可。烹饪技巧：面饼不能做得太高，以免超出电饼铛的高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